2018年6月11日，这场拍的是大家一起放孔明灯的片段。飞了！大家都是无实物表演看孔明灯的哦。你们看到哥哥和弟弟在哪里了吗？这个片段真的是剧中最温馨的一段了。放完灯，哥哥就和姐夫开始准备干架了。什么叫做不必再提？往前。别误了，老魏，放回来。继续，大家慢慢安静。这里姐夫的脸上全是青的，线线可是一点伤都没有。你看他还委屈的那个表情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被欺负了呢。师姐就这么拉着线线走了，蓝湛心想：我这是走还是不走啊？等他。你们看姐夫说一句话，弟弟看一下哥哥，说一句又看一下哥哥，最后上手了。2018年6月13日，韩寒斗第一集。哎呦，有期待，有期待，今天做的应该是都是真的。结果弟弟走了7天才回来。3天。行，别走啊，求你啊，还不完了。哎，你走他就会疯狂的压榨我。哎，别走了。晒干的那种，这个又在说三角，倒三角的这种，你的脸就是这样，很，看这个形状了吗？这就说明我和大腿、宽背很窄啦，倒三角哈，就到底你到底想干嘛？就想弯弯弯，我这就宽起来。哇，你有毒！那是因为你下巴太，因为你这儿太瘦了。弟弟的这个邪魅一笑啊，确实脸好小。对呀，好瘦。去寒寒洞的路上，哥哥的手一直抓着弟弟。打扰你，注意啊！我看战战真的是土拨鼠的叫声。看啥？我你看，他们狂言。两人到了寒潭洞，最开始还在看剧本当中。这个时候，弟弟就开始玩了起来。两人神同步的一起蹲下。我不知道弟弟这是在干嘛。没事，你拦不住我。我为你，这是我的生命，更何况我的师傅，为了你们一万头牛，你信不？我都还从外边去。玩啥麻将吗？他够一组了，哥。两人也不知道在水里干嘛，哥哥还翘起了脚。姐妹放心，我为你干嘛定当全力。开始弟弟挽起了他的大袖子，哥哥在认真背台词中。后来哥哥也加入了。弟弟开始拍水，本来也没什么，但是两人不知道想到什么了。哎，他给他们搞。然后就一直笑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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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Thank you.
人的身姿真的像某个妖精一样。这位将士兄娘。原来冒失头发是用喷的。2018年6月13日，韩寒洞第二集。我们接着来看看哥哥和弟弟两人在水里干什么。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这两人在干什么。弟弟的这个姿势，哥哥看到一下子就笑了。又说了一句狗仔仔。潇洒起这撩人不自知的，从这里弟弟的眼睛就没离开过哥哥。那么多线不用，我开始扎，我现在一点都不扎。我刚才巨扎，双脚巨扎，巨扎 ，OK。哎，哦，这次是弟弟叫了哥哥狗仔仔。下了一个双人冒险的游戏。哥哥说他专门下了双人的游戏。Of course。足球吧，实况吗？我看不是那个 EA 的，我看那个 Steam 上面现在出了好多好多，我想玩，刚好玩一下，可以。我专门关注了那个这种双人冒险的，好好玩，肯定。人类一败涂地，人类一败涂地。有一个游戏出了第二部，一个大叔带一个萝莉的那个，最后的什么来着？那个是好火。哎，人类一败涂地是旧的呀？不是，那个是闯关的，就是动脑子的。这两人又在若无旁人的打闹了。你俩真的是当旁边的人都不存在吗？可以，扶子扶子，画图画。拿住了，放下包。好。放上去。这里便是问灵的片段了。问灵，我早就听说你们无数版是有一门家传。这个衣服是龙医生，他好，太性感了。这个衣服确实。原来哥哥的衣服。咱是我还没发的时候，然后爆血，压力很大吧？我压力很大，对，压力很大。问你，早就听说过你们姑苏来世有一门家传绝学，可以通过人形
很吸引是吧？OK， 好，好的，不用手。对呀。好的。都拿剧本了，全备好了。放一点，我超喜欢钓鱼的，我最近一块了。试录一个，那个我来嘛。蹲低蹲低。好，我们试录一个啊。好，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好。啊，接。刀哥。道具不太健康。站着，会拉那个什么什么。放，别崩啊。放放放。好好好好好。你们整个扣到了。好嘞。叠一块了。看那一个，意思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好嘞，没错，没他不是往这。六、一、二、三，开，拉。高了，反了啊！高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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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了。来，再来一个，你俩再转完。啊，好。但是如果你要是不直的话，就窝后面那个。好的，放这点。那我两个都放后面吧，都放前面可以吗？两边不拉它就行了。两个放前面可以吗？三二三，抬头一看，看一下吧。预备，来，一二三，起，看，拉，保住。哇哦，看，着急了，着急了，但禁不住啊。啊，我一转过来之后肯定会晃。我们是他们牵引的问题。我们一二三，一个镜头反反复复的拍摄，阿令就是把做到最好的呈现给大家。其实你还得不能往后，你还得是一前一后。嗯，右边放前面了。好，那有个抬头就没了。不知道他怎么会往这儿转呢，兄弟。啊。2018年5月15日，这场拍的是木西山片段。之前木西山哥哥有拍过，那个时候没拍弟弟的镜头，所以现在拍两个。都精神一点好吗？辛苦一下。大家打起精神来，年轻人哦。要不然他们吃，让他们精神一点。我总感觉哥哥这个很慢。来，到我这边走。我全部都说了。你的。真的没事。没事。哥哥真的没事吗？感觉像是外来战，又感觉像是哥哥真的问题。来，到我那边去。给你啊。哎，这个对的。把这个分成三，让这个离体体面拿分走，甚至要加重伤。拿五五五块。你啊，其实也有点小膈应。哪吒，你先借个借口问一下，你的腿还好吧？哎呦，哪吒，我也是充分的了解交情。哎。你这小暴脾气，第一个要不要？第一个我们要不要想看一下？可以，第一个，第二个就不要了。小不手指，用力啊！用力，晃晃晃晃，然后又立起来了。对，他就立起来了，立起来了，然后那个飞飞，因为他们往前，所以在飞过去的我们很酷嘛。好，他就往那边飞过去。77.38啊？对。那我们要往哪边？不走的，就是暂定了说的。暂定。暂定的说。哦，好。那我在这边是吧？好。好，等一下。
你的腿这儿，好的，咱这儿，咱们也算是出生入死的交情了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觉得河边那真的能理解？就是上一次那个地方，我陪你。是啊，你咋当兵？他走这么慢，好，他走过来，他就上前跟他说话了。现在到，你现在问他有词没有？当时后面的可以坐下。再来一个。你刚刚是不是在犹豫手要放哪？对。他走到那之后才说话吗？他走上前了，然后把江城就过来拦住他，问他想去干嘛。他说没什么，因为，然后他就回头跟你加了一句话，就说能让我去给你打点水。啊？他就那个什么说话的时候我看了一下。对，他说能让我去给你打点水，一个反应。我很明显睁不开眼睛了，刚才。魏英。我刚才很明显睁不开眼睛吗？啊！Fuck you！ 但是我想看镜头里就看起来会不会很明显啊？正常人就是睁不开、啊。大家都拦着你看镜头了。各加油！我这样有吗？我刚才在镜头里骂人没？没有。来，大一点你啊！八哥，小心看上我。我没有骂人啊！看上了，大一哥的大一。哪有？大三了吗？他骂我，声音，他声音都没有听到，你不要这么去骗人家好不好？哇 ，Cameron 是不会说谎的，这里这么大一个 Cameron 对我说的是 Love you，Love you， 耶 <Yeah. S 2> 你还不如骂我呢。你会转到云海湖？我是为了云海湖，你都不看乐器，都不看通告的吗？都不看通告的吗？肖老师，你都不看通告的？肖老师都不看通告的，那么你带不走，人家都看出来。你不哥，衣服我拿过来了，哥，衣服拿过来了。在哪里啊？在这儿。哦，马上。2018年6月15日，这天拍完木西山片段之后，转到了林海湖，哥哥先是和师姐还有江城拍被紫电捆绑的片段。云梦三姐弟剧中要是一直这样该多好啊，真的是意难平的莲花舞。哥哥接着又和弟弟来搭戏，这便是哥哥把弟弟带回了云梦啊。两人就这么一直走的片段都是很美好的。这就是大家乱葬岗失去灵力之后去莲花坞的片段。两个人小嘴不停地说，也不知道在说什么，在人堆里也没停下。拍完之后，哥哥和弟弟都收工了，这些画面真的好美好。